现在啊，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从最早开始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后来呢，渐渐为了健康的原因吃素。所以每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哎，你看那个素食店真的是大排长龙，吃素的大有人在。因此啊，做素的东西不见得单一思想，一定要把素食做得跟庙里一样。有的时候，任何荤食稍稍加以转变，都可以变成是好吃的素食。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台湾最有名气的牛肉面，做成素牛肉面。制作这道素牛肉面所需要的食材有香菇地一斤、拉面一斤、红萝卜两条、小白菜六两、红番茄三颗、八角两粒、花椒一大匙、姜一段、素高汤3000cc， 调味料则有辣豆瓣酱两大匙。老师好，飘哥好，各位朋友好。老师，你为什么最近会出一本都跟素食有关的书？对，也就是你刚才讲的，像吃素的人口越来越多了。嗯，自己有没有太没有吃太多素？偶尔，你实际上也没有吃太多素。对，偶尔吃素，对不对？对，对啊，家大家天天都说偶尔吃素。对，可是你出了那么多本书之后，怎么会现在突然之间把这个焦点放在素的上头呢？啊，因为其实素的小吃哈，还是很少。你看整个夜市呢，几乎都是卖荤的。那我就觉得说，对吃素的人不公平，他们其实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素的小吃。所以呢，像你刚刚今天介绍素牛肉面，哎，我们也可以把它同样的川味的做法，把它材料改一下，照样非常好吃。老师，你这本素食的这本书推出来多久？2-3年前就推出了，然后呢再增订，又增加了差不多12道。哦，再增订，哎，对对。因为卖得好，所以呢就一刷再刷，连刷到2年，都不停的在刷。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吧？你太客气了吧？我想以老师这本素食这样子的卖座的情况，你小心哦。怎么了？指南宫快找你上去做素斋了。我就住在山脚下。对呀，因为住在山脚下，他知道哦，原来山脚下有一个做素食的大师，赶紧就把他请到山上来。然后山上，哎，指南宫猫空那边如果要办什么活动，老师就开始煮素牛肉面给大家吃，素斋，对对对，对不对？是。好，我们来看看老师今天到底要怎么来教我们做这个素牛肉面。好，好，汤头我还是用素高汤。是，素高汤。老师今天的素高汤啊，你看到没有？它这里面啊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你看，光用肉眼我就可以看到飘在这边的叶子啊，高丽菜，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增加甜味的胡萝卜。然后还有一些豆芽，有没有？有一些营养的成分，好，就这样子的一些食材，然后慢慢的熬着熬着熬着，就出来素高汤了。这是汤头，是，这是汤头。那我们的素牛肉面到底以什么来当牛肉？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素食专卖店可以买得到。你可以猜的是什么吗？这些看得出来，牛肉干。对不对？是。对啊，很像外面人家卖的那家牛肉干哎。是。这是什么呢？它是香菇地，香菇地它是大一点的香菇，香菇地啊，它只要把这泡软之后呢，拍一拍，然后呢上已经入味了，它已经处理过了，有味道了。所以它是用香菇地，是稍微的把它再制过了以后，再制过变成的是素牛肉。对，所以你去买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说素羊肉。在哪里买？素食专卖店，卖素食的地方就有了。然后你要称作素羊肉，你要素牛肉，他没有卖素牛肉，没有素牛肉，要买素牛素羊肉，对，然后来做牛肉面，做牛肉，跨两种麦克，你把刚刚跟怪怪啊，对啊对啊，是，剩下这买现成的哈 ，OK， 好，来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这个配料哈，做一个我们这个牛肉面汤，因为我做川味的，是，好，我有番茄，是，红萝卜，然后呢青菜你就可以看任何方便拿得到，小白菜都可以哈，是。好，那我先番茄，因为它不想有一个膜，是，所以呢，我想把它先穿烫一下，去那个膜哈，剥掉。好，再等等。老师啊，我听过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说，
在番茄的，这是地头嘛，嗯，在他的屁股这边画个十字刀口，是，他就去掉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有一种方法，他说啊，你这个刀子，在这个番茄的这个地方，地头掉，反正我的地头是不要的，对不对？切开，所以呢，我这边切一刀，然后呢再去，哎，他说啊，这样子啊，煮着煮着，它的皮就自动开花，自动开花。那我们两个都是对对对对，所以我看你这三个，我就两个处理屁股，一个处理头，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这水开的哈，对对对对，太好了，嗯，我们进来穿烫 ，OK， 水有点少，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好，老师你来煮，讲你其他的东西，我来帮你这样子，淋它，淋它，好，把它烫过之后，它就会像开花哈，再来剥，好，然后我有放一些配料，就是红萝卜。它煮也会甜哈，所以这里头放的红萝卜进来，我切滚刀块，红萝卜切滚刀块，全部切滚刀，对，那它有配合我们的牛肉，这样有口感，是，好，这是我们的配料，姜我切片了哈，切成姜片，对，姜是老姜，姜是老的辣，是，而且老姜比较香，嗯哼嗯哼。哎，这个季节当然老姜会取得比较多嘛，对，有很多人做这个什么姜片哈，姜母鸭啦、羊肉炉啦，都是用这样的老姜。那这样材料准备好之后呢，我要炒它的那个新香料。是，好，它做法。好，我今天是用白菜，青姜菜。是，那我这边同时来起油。好，好，好，我来炒那个。你要起个油锅嘛，对不对？对。来，油，好，谢谢。我再放点油。如果啊你自己想在家里面做这个牛肉面的话，不管是荤，不管是素，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一些新香料或者是牛肉的差别，你可以比照办理，照现在这些步骤接着做。我告诉你，只要把那个牛肉换成是荤的那一块块的那个牛腩肉，其实就 OK 了。对，这个整个那个汤头哈，汤汁的味道很重要。是。那火不要太大，我就这大红袍，花椒哈，大红花椒。对。好。它会带点麻麻的这样子。刚起锅，刚加冷油，我的花椒就放进去里面。对。然后呢，用小着火慢慢来，慢慢来伺候它。我希望它留在锅子里面，留在油里面的时间越长越好，就可以把它所有精华的这些味道通通都给贡献出来了。对，没错，你火太大它很快就焦了，而且会苦。是啊，所以小火来慢慢的来炒这个花椒，然后你闻到花那个香味出来，一出来了，好，不要让它焦掉，不要让它苦，然后味道要完全引出来。这我还要留用，那我把它等一下捞出来之后呢，用纱布袋包起来，放在旁边，或者你等一下很麻烦。他吃个面呢，是什么？一面在品那个花椒粒哈。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呢忍住不去处理它的话，吃完了三口，你后面就可以不用捞了，因为嘴巴已经麻了，你感觉不出来了。是。这个好了。然后出来，然后我换个那个大汤锅来煮这个牛肉面的那个素高汤。好。哎，对，蛮漂亮的。我们来看一下两者的差别哈。好。好，那花椒的香味出来之后，把它渣渣捞出来。好，不能再让它变黑哦，是让黑就会苦。OK， 好，闻到味道了，要捞出来了，对不对？对。要全部捞出来嘛，对不对？全部捞，对。哦，你更厉害。对，因为我很不喜欢吃到这个花椒颗粒，尤其是到内地去吃的时候啊，他们好厉害哟、哦！整个沾满了，那我们手忙脚乱一直剥，对，处理好。OK， 来，我们将这些放进来，等一下我们的汤汁里头就将这花椒粒，这样就不会那个吃到这个花椒粒了。但是我们还是那个麻的味道还是要有，除了那个变成花椒粒，我们让它继续贡献香气，对，对不对？对。绕一圈，嗯哼，就跟平常那个中药
是这些药材药包一样。嗯，这是茶叶袋哈。嗯，袋，那把它密合，不要让它跑出来了。是，跑出来你的整个汤就很麻烦了。是是是。好，这等一下。OK， 先放在这边吧。好，放在这里。先放在这边。OK， 来，我们来看看。好好。刚才的番茄，这颗开花了。对对对对。哎，真的，这样。看到没有？番茄当作香蕉吃，有没有？这个对对，它一剥剥起来了，对，左右开的哈，是。好，看你这个呢，这个是波士片，哎，一样哎，一样，对对，一样啊。其实从头从尾，只要时间煮得够，都蛮一样。对，你看哈，这样很方便的，这样扒下来。好 ，bingo。是两样都 OK OK， 来处理完。好，那我把它切块，嗯，我们还要再炒哈。我这个高汤是不是在旁边先加热？对对，对不对？对，加热完了以后，我把它冲进来嘛，对不对？老师等到那个肉炒好了以后，把高汤加进来嘛，是，对不对？好，现在人啊很喜欢吃这个牛肉面当中带有这个番茄特殊那样的果酸这个味道，哈。他认为这个果酸的味道，不管你今天卖的不是是不是这个番茄牛肉面，有了这个味道之后，这个牛肉面就变得哎特别的好吃。是，好，那我来开火了哈。是，来，我们来炒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些料了啊。牛肉这些料，锅子里面已经有了花椒油。对，然后接着姜片了。姜片。对，你如果做荤的话呢，你葱段也是放进来。哦，这时候葱姜来爆香，对不对？就搭配的姜。就一起下来了，是，啊，我们的新香料，还有八角，八角，对，八角，我觉得下来煸也会很香哦，对。平常我们煮东西是用水煮，但是呢，它借由油过一下，它的香气会更好。对，好，将这个姜的味道呢，先炒出来之后呢，我就要炒番茄了。哦，番茄这时候炒进来。这是花椒油哈，是花椒油，有麻麻的花椒油，好香啊，很香，我很喜欢花椒味道，是是是，好，这番茄，三颗的番茄，嗯哼。平常我们煮东西是用水煮，但是呢，它借由油过一下，它的香气会更好，对。好，将这个姜的味道呢，先炒出来之后呢，我就要炒番茄了。哦，番茄这时候炒进来，这是花椒油哈，是花椒油，有麻麻的花椒油，好香啊，很香，我很喜欢花椒味道，是是是。好，这番茄，三颗的番茄，嗯哼。好，接着辣豆瓣酱是啊，我今天做川味的，是，所以呢，我这是郫县的辣豆瓣，嗯哼，哎，不知道要不要可以再辣吗？可以啊，可以，不怕，钱不好，不怕哈，不怕 ，OK， 不怕，不怕。好，我们做道地一点的那个就是川味的哈，好，那炒到有点起泡了，对不对？好好这样子，嗯哼，辣豆瓣酱、番茄，这时候我们就加入高汤了，高汤，我们先加水，先加水，先加水嘛，对不对？哦，这甜哦！是啊，是哎，全部不是，我不是说我特别要这样子做，因为呢，我觉得各位观众在家里面，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哦，对对，是不是？充分的对啊，好好进来。大家等厨房马来走啊，顺便可以洗盘子。是啊，对，是啊。哦，今天很辣哦，今天大豆瓣酱蛮多哦。哦，真的。好，那我们的高汤放进来烧煮它。OK， 来高汤来。我们这个这香料要记得哦，一起来熬煮它。是是是是，放进来，放点酱油。好，来调它的味道。是，那有酱色。嗯哼，好。还有呢？等一下，我再调咸咸的姜酱哈。这个高汤是不是只要那个汤就好了？只要汤。这些胡萝卜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对不对？对。对，那渣渣可以拿出来，这很浓哎，我们好像还要再加点水稀释。
好，接着呢，我们红萝卜也要把它煮烂。哦，是，增加它的甜，是，同时也可以增加分量。是，那这已经是熟的了，所以呢，最后呢，面条都下好了，就是煮个几分钟就好了，它已经是熟的。如果今天我们做荤的，是，刚才的时候就要把牛肉放下去一起炒了。对，你就把那个豆瓣酱炒完了以后呢，牛肉就要下去炒了嘛，穿烫过的牛肉，对不对？穿烫好的牛肉下去炒了。哎，对。可是今天因为我们是素的，然后这些素的这些香菇地头，只要在它最后熬好之前，对，放下去，煮个让它煮一煮，哎，稍微煮一下，膨胀了，都有味道了，就 OK 了，对，对不对？它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好像这样子的话，大概需要煮多久的时间？差不多三四分钟吧。三四分钟。哎，对，因为红萝卜生的也可以吃。嗯，它只是说很软，还是说硬一点都无所谓。OK。对。OK。好，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开火，我们来煮那个面。面条。对，我今天的面是拉面。啊哈。好，我今天吃牛肉面就一定要拉面。哦。这时候用阳春面，那细细的阳春面就觉得没有咬劲了。这细的拉面哈。嗯。当然你要粗的也不反对啦，有人更喜欢口感更重一点的哈。好，这边水一定要先开哈。哈哈，我们这里头有那个茄红素在里头，哈哈，对，好，水开了，我们放进来，把它摊开，水滚，面下进来，稍微抖一抖，让它在里面煮一煮，然后呢，按照煮面的习惯，像这样子的拉面啊，大概需要点两次水，是，水开了，然后再点个水，对，好，这很香的味道了，好香哦，哎。很道地的，哦，今天很麻很辣哦。老师，你什么时候会去试它的味道，然后来调整它的咸淡？嗯，基本上差不多啊。对，我会等红萝卜熟了之后 ，OK， 试味道哈。好。因为大豆瓣它本身还有咸味。对。啊，所以你要先试，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加盐。嗯哼。哎，对。加不加盐？加不加糖？还是先要来杯水，先要来杯水，真的，我就知道，不是加盐，不是加糖，是太辣，可不可以来杯水？对，味道很重哈，因为我们那么大坨的那个辣豆瓣酱下，全部下，结果好辣，对，所以红嘟嘟的，所以呢，我刚刚是根本就不用再加盐调味了，嗯。面里面需不需要点水？啊，要点水了。来，已经水开了。好，水开了，点一次，点水，第一次降下来，不要滚起来啊，滚起来。等它再一次滚起的时候呢，再点一次水啊。那你点一次还是两次？啊，两次，因为它是拉面，会是比较粗一点。嗯，对对对。那如果阳春面的话，顶多点一次水就够了。对对对。可是像牛肉面其实是配拉面，感觉比较对。对。哦，感觉比较对。有咬劲。哎，可是。在路边摊，它就是那种宽宽扁扁的那个宽面阳春面那样子，对不对？好，我们再点一次。对，好，再点一次水。好，再开起来就 OK 了哈。OK， 谢谢。哦，这一锅这个牛肉汤上面已经浮起一层红油了，嗯，对不对？对对。啊，我们的素软肉这时候要不要下去？啊，好。好，可以下去了，可以下去了，好，可以下来了。对，好，全部下，就把我们的素羊肉这时候给它加下来，因为它煮个几分钟就好，对，总要煮一煮嘛，对，对不对？啊，大家你浓我浓一下。好，这边开了哈。好，那边青菜也放进来。我们面在捞起来之前，我们就把我们的青菜给放进去了。梗部先放。是。好哦，先放梗。对对，因为它比较硬嘛。是是是，要多煮一会儿。对，然后再放叶子，一软的就行了。好，叶子一塌就 OK 了。好，谢谢。可能还有一个容器，因为整个面在碗里太大碗了。哦，对，你要先拿个容器装它。对，先放这。好，好，这是一碗。好，这个是用来展示用，对不对？对。然后剩下的我们就放在那个玻璃碗里头啊。好，再放一点青菜。嗯 ，OK。
这川味牛肉面是你的好像不适合加糖，哦，它的咸咸的，对，只要不要太咸就好了。那因为我们今天大多量放太多，汤少，那如果是一点酱油的话，它不会很咸的话，你还要加点盐调味。哦，那今天好像不用了，是，这样就可以了。OK 了，对，好，我可以熄火了。好，熄火了，来，好，来这里。OK。来，把我们这些，倒几块牛肉，对不对？对。摆上来。哦。红萝卜。对，有纹理的牛肉，然后也有胡萝卜。还有番茄哈。嗯哼。好。差不多，是。好，给一点点汤，淋上来。OK。加一点点，好。OK、好，哇。这个老板没什么做生意的经验哈，肉多的都把面盖住了，是是是。来来，素的牛肉面味道如何？上桌。牛肉面的制作大纲，首先我们将红萝卜削去外皮切成块状，姜切成姜片，小白菜切断备用，番茄在底部轻轻地画出十字刀纹，放入滚水锅中汆烫，捞出来之后放入冷水当中漂凉，剥去外皮之后再切成半月状备用。接着我们起锅冷油，放入花椒，以小火炒香之后捞出来装入袋中备用。利用圆锅当中的鱼油，依序的放入姜片、八角、番茄、辣豆瓣酱拌炒，再加入水素高汤，煮滚之后放入红萝卜煮软，再放入香菇蒂续煮约三分钟，成为素牛肉汤备用。另外再起一锅滚水，放入拉面煮熟，起锅之前放入白菜一起烫熟之后盛入碗中备用，再将素牛肉汤舀入碗中。搭配香菇蒂以及红萝卜片，就可以完成今天这一道素牛肉面。我们常说啊，这个所有的食物它都是色、香、味。嗯哼，你现在光看这个牛肉面，它整个长相，哎，该有的红，该有的绿，然后呢，那个牛肉块一个一个的那个模样 ，OK， 过关了。嗯，对不对？很诱人。好，色过去了，香。现在闻到那个香气，因为那个郫县豆瓣酱所贡献出那个香气，然后花椒油，你慢慢熬煮出来了以后，香也过关。Uh-huh. 第三关，味，我们现在就必须来尝尝看了，对不对？对。来，先喝一下这个汤头如何啊？好辣。老师，刚才你刚才试味道就是小小口，对不对？对。你现在喝大口一点点，对，当场哑掉了。道地的川味，道地川味，哎，对，是是是，道地的川味。嗯，来这块哦，你看它像不像是一块已经煮到差不多的牛肉组织？哇，有纤维耶。嗯。嗯，很像，很像，很好吃。嗯，对。嗯，你看啊、哦，我吃了以后啊，一丝一丝的，有没有？它就跟牛肉的一丝一丝是一样的道理，是同样的纹理。但是，如果今天这是真的牛肉，有这么大的丝，我放在嘴里咬，嚼着嚼着嚼着，它要不然就卡牙，对，要不然就是变成一坨，不好咬，对。但是因为它是香菇，吃起来比牛肉来的 Q， 好咬，好吃，
爽口。对，而且保吸汤汁，是你不会有那么任何一点点那个排斥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那种感觉。嗯，蛮好吃的哈，很好吃，对，好吃。我故意晚一点吃面，因为我让那面啊在汤头里面多泡一下，然后呢，它把这个味道多吸了，然后啊。嗯，好吃的感觉。嗯，面条是真的很好吃。我们再来玩一个估价游戏。老师，你这碗面，如果你自己开的店，你在外面卖，你准备卖多少钱？120，又太便宜了。老师，你把帮帮忙，加起来六大块肉，你卖他120，不会做生意。来来来，林老师开牛肉面店，请大家都来捧场。这么好吃的牛肉面，120，想不想自己在家里面动手做？今天看完了以后，明天买材料，全家人一起来速速看。谢谢老师，谢谢。